参加 这么多人的活动，好但是我们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呢？第一，我们要公民 体名；第二，我们要我们的行政 长官下台；第三，我们要向中国人民共和国共产党，他们要向我们香港道歉，因为他们在第一天我们在这里占领活动的时候，他用暴力来驱散我们。有什么呢？胡椒翼，还有那个驱泪翼驱散我们，但是我们觉得十分 angry， 是这样的。